魂老爹感电玩。大家好，没有错，老爹啊，今天又要来大爆出我们的金属骑士了。有人说那个谁啊，那个什么巴哈什么什么讨论区啊，有人不知道抽了几百抽哦，已经快要五星的这个金属骑士了。各位观众啊，他快要五星了。我靠你个东丁的，我还在四，我还在三星点二啊，三星点四啊，各位观众啊，两格啊，所以是三星点四啊，没问题哦。我今天就要来激起直追，各位观众来，我现在黑券有几张啊？好，不管了，来，各位观众，今天老爹哦，想办法给他抽出两张金属骑士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有六十七张，来。哎呦呦，全卖很可怕哎！全买是两万赚啊，两万一千赚。好，我买。然后呢？好，没有问题，又是两百张，各位观众，老爹又要再来拼两百抽了。来，各位观众，老爹觉得今天老爹的气势是不一样的。来，没有问题，我们直接给他一发入魂呐、啊！给我金属骑，哎呀呀，你这海带头啊，你不要一开始就来乱啊，先让我有个好彩头会怎样啊？哎呀，不要来触眉头啊你啊！哎呀呀，很讨厌啊！我们再来。没问题，今天老爹就要快抽快答，来，给我金属骑士啊！哎呀呀，不想被赶尽的大卷，就乖乖的听话。哪位啊？好，大象，大象，你的鼻子怎么那么多？妈妈说鼻子多才像章鱼。各位观众啊，老爹的美声啊已经变得好难听了，连我自己都听不下去了，这个歌声怎么可以这么难听啊？哎呀呀，我还记得啊，我在哄我儿子啊哄我女儿睡觉的时候啊，我总是很自豪的跟我老婆说啊，这个我的歌声还蛮好听的，所以他们都睡得很安眠哦。各位观众啊，结果现在啊，老爹声音变成这个样子了，我都不认识我自己啦。曾经参加过超偶的那位文老爹啊，到哪里去啦？虽然只唱了四句就被盯下台哦，但是还是参加过啊。好，来解析中，我已经有生命在呐喊啦，你们兄弟可以不要再来了吗？玛丽兄弟啊，你们啊很烦耶，有种叫你弟来啦，每次都说兄弟，我永远只看到你啊，啊你弟嘞，你弟嘞，气死人的科学家，只会念书啊你啊，你弟在哪里啊？手上还拿那一根试管啊，再来，给我一只金属骑士啊！哎呀呀，各位观众啊，我觉得我今天应该很欧才对啊！好，再来，各位观众啊，赶快给我金属骑士啊！人家都快五星啊，又是你啊，我不是说叫你弟来吗？你啊弟，来，ついに究極のステロイド、上腕二頭キングが完成。各位观众啊，金属骑士，哎呀呀！好，我们再来，还有一百五十张哦，我就不相信我抽不到啊！各位观众，金属骑士的金，金属骑士的书，金属骑士的士，金属骑士的骑，来呀，金属士骑啊，给我啊，来一张啊你啊，不要来啦！我靠你妈的东京东啊，又是你啊！プリプリプリズナー。
あなたに会いに。如果这个游戏水的那囚犯很强的话，我早就已经跟神一样强了。我抽到几只这个东西呀、啊？好可怕、啊、你呀、啊！你的胡子去刮干净啊你呀、啊！好烦啊你呀、啊，水嫩嫩啊你呀、啊！哎呀呀！我好不容易中这个 SSR、啊、什么钟爱帅哥的力量派斗士啊，我不帅啊，我是老板啊，你干嘛、啊、嘿呀呀，好想哭啊，还上了公屏啊，哎呀气死我啦，你露什么肌肉啊你啊，好，我们再来，还有140张哦，各位观众啊！哎呀，好不容易看到黄色的啦，各位观众，杰西中啊，再给我一张啊，我不要水嫩嫩啊！明天跟我们作对的人，这是我们的规矩。狮子王是吧？哎呀，大猩猩啊，一样的，你们同一挂的，你跟那个狮子是同一挂的。好，我们再来。哎，还有130张，各位观众，人家不知道几抽就已经5块5星了，我已经抽成这样了，我还在三星啊！来呀、啊，各位观众啊，官方啊 ，We are friend 啊，这就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 power， 来呀！哪一位啊？哎呀呀！你跟着星星干嘛啦？你们两兄弟去旁边啦！你们兽族两兄弟去旁边啦！不是星星就是狮子啊！动物园是吧？你们啊！再来！我是一定要变强的，各位观众。消却。小灰鹏，你再变怎么强，你还是很大意啊，整天都在大意啊，每次那个漫画里面啊，你瞬间就被打败了，我不要你啊，身为 S 级英雄竟然只有 SR， 我们笑他。再来，各位观众，还有120抽，给我金属四骑的金属骑士啊，谁敢轻举妄动，我就把它烧成焦炭呐、啊！你再出现，我也把你打成焦炭啊！你啊，好烦啊！你啊，斗鸡眼啊，不要再来了，斗鸡眼啊！好，我们再来，还有110抽，各位观众，来，给我一张金属骑士的金，金属骑士的书。哎呀呀，又是你呀、啊！你哪位啊？神的小呀！黄金球，黄金球还可以哦。弹珠超人，弹珠超人的碎片是可以的。反正老爹要练七星哦。不过我好像也太多了，我好像也太多了。好，再来，已经抽完100张了，各位观众啊，100张是什么概念啊？10000多没有了，然后我只得到一个水嫩嫩啊，各位观众啊。好，再来，各位观众啊，能不能给我一张金属骑士啊？一张就好啊！杰西中来不来啊？哎呀，我需要的不是防身术，而是绝对的 power。来，消却，消灰破。俺は埼玉先生の弟子、サイボーグの弟子。好，我们再来，这样90抽了，各位观众啊，我越抽越没信心啊，我也想要一张5星的金属骑士啊，你不要这样啊。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来呀，金属骑士的金属四骑啊，给不给啊？给你跪啦！什么通通啊？拖把就拖把你啊！装什么帅啊？
手中的竹笋不惧一切来抵啊！拿拖把就拿拖把、啊，你去拖地啊你啊！旁边有点脏，去把它拖干净啊！再来，好，还有八张十连抽啊，各位观众，给我，给不给啊？小气鬼官方啊，我们好朋友啊，你干嘛、啊？官方啊，你要不要跟我当好朋友啊？早速調査を始めます。胡须章啊，你的脸抬那么高干嘛？很拽啊你啊！好，再来，剩下七张了，各位观众啊，剩下七次十连抽了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没有自信的文老爹会不会抽到我们的金属骑士啊？走吧。我们去验证一下传说的真伪吧。又是你啊，斗鸡眼啊，不要再来啦，我求求你啊！再来，各位观众，技术。哎呀，剩下六次十连抽啦。我已经没有声音了，各位观众、啊，我已经喊成这样了。官方啊，你有听到老爹的呐喊吗？你觉得我没有察觉到你的杀气吗？白色头发的 A 型猪啊，即使老爹的记忆再差，这个我都已经抽到会背了。剑道高手是吧？你跟那个青燕都一样斗鸡眼啊！你们去看医生啊，不要来我这里啊。我又不是医生啊！好，再来 ，S 啊！我只是尽快执行正义而已。好，是我们的正义天使。新曲の宣伝に来ただけ。好，再来，这样五次十连抽了，我就不相信，我就不相信我抽不到啊！各位观众啊，我就不相信啊！到底要多中啦？我靠！你妈个东帝都细菌人啊！我是人間どもが環境汚染を繰り返すことによって生まれた。有没有搞错啊？不是这样的吧你啊，官方啊！救命啊！不是说四倍吗你啊？四在哪里？倍在哪里啊？四倍是吧你啊？让我看看你的四倍在哪里啊！你不要骗人啊！四倍啊！什么不要爱善？你才不要爱善你啊！星星，你走开啊！怎么会老是中这些有的没有的、啊？你不是啊你啊！你给我春卷就算了、啊，你给我春卷，你给我独角仙，你给我深海王都没关系啊，屁孩也可以啊！你老是给我什么细菌人啊，什么什么水嫩嫩啊！你到底有什么毛病啊你啊，好，剩下两次十连抽了，各位观众啊，我们再来，我就不相信，真的不给我一张啊，人家快五星啊，我还在三星二啊，三星四星啊，三星点四啊，走开啦 A 级英雄啊，螳螂拳啊，你干嘛、啊、好，各位观众，最后一次十连抽啊，给我啊，不要这样啊，来，给我一张金属骑士啊，给不给啊，正义超人你走开啊，好烦啊，新曲の宣伝，哎呀，各位观众啊，老爹已经很尽力啦，但是你看他好，老爹已经拼两次了、哦。明天老爹再来跟他拼一次啊，真的是有够倒霉啊。今天这波一遍就到这边。老爹有够衰。我们下波一遍见，大家拜拜。